喝过三儿锅子，他们家的火锅。哎，这个啥呀？下话。是啦，我不是我就追回。你妈死的，死我了哈！死了，哪个死了？我生来吃的狗多。真多，那个肉多。所以如果就像这面不烤不烤的，最多三秒。对。就是肉。买的早早吃的，早吃全麦面包，然后给你买的辣条，这第二锅没得远。我吃这糊糊的。啊，我是零。呀，可是我大的。我这不是周末了，我往哪了？不跟你说不约没了，没事儿了。好吧，这个可是我大第二锅，然后一多吃一颗啊。啊、哦，一多吃一，一天吃三顿。嗯，知道了。然后你记得吃的一会儿。知道了。嗯，说的不约没了，说的。哦。说话不自然去了啊。说话自然。你不都二姑，你不叫操算了，这子女儿搁一根儿，女儿摇眼的嘛。不知道，感觉习惯了，好像是儿子偷吃就是。这子女儿搁女儿摇眼。就是。子女儿搁女儿摇眼，天雷其实不假。你姓吕，我姓吕，怎么同姓吕？血缘关系在这儿。就是，我看我给我往哪了？李明轩，你玩的啥？这是这么多小船？玩的纸船大棍。哎，这到底是假的，假修炼，你这两个船也背不下。哎呀妈呀！这你咋没那么多垃圾？啥？我说你咋没那么多垃圾？你也累这么多，没点吧？好不容易累一次，早逮你也逮不走。我是你家租的呀、啊。哦，那租的吧，随时放，随时欢迎。哎，你们这锅就是黑的啊，还是我们洗的？就那样的，我电磁炉那样火。锅几做一会儿就学会了。我就说了，我家那个锅呢就不是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你呢？火脚用，我这火不脚用。你这烧热，就是烧底端了。哦，对。你们多少突然气？不知道，就是要先用的，不然就卡背锅。我得背了一个锅了，背了两个锅了，就是背三个锅。我这卡错了，我说你肯定在底下还是黑的。对，火大，你这火不脚用了。嗯，就是。你在干啥呢，李明轩？我阅读呢。哦，你每天晚上阅读呢？嗯。我今天阅读20分钟，那你读吧，小姨先走了。你要干啥？哎呀，你这玩具到处都是，哎呀。你看，看见吗？来，给姑老睡吧，睡这儿。